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。 YG 娱乐 今年 即将 推出 的 新人 女团 Baby Monster 目前 陆续 在 YouTube 公开 成员们 的 影片 而 最新 公开 的 成员 Ahyun 因为 歌唱瑞 舞蹈 颜值 都 很 厉害 被称为 是 Baby Monster 的 西位 而 引起 了 网友们 的 关注 그래서 그 친구가 뭔가 센터에 섰을 때 제일 안정적이에요 가장 센터와 적합한 친구라고 얘기할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You put me at a pedestal and tell me I'm the best. What if I trip? And what if I only miles away and falling alone? Gonna be mad, but there ain't no place to go. Blackpink 所有的前辈们在很愉快的做表演，给我很大的踪迹。我觉得我要更努力联系。 너무 많은 무기를 가지고 있는 전사? 저게 다 갖추기 힘든데. 라는 생각이 아이니 볼 때마다 좀 드는 것이 사실이에요.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。大家都去看看影片，实力真的超厉害，没有不会的。英文、中文流利，是继希尔、杰尼之后，将成为第三代 YG 公主的成员。现在也很漂亮，如果出道受到管理的话，应该会变得更漂亮吧。YG idol实力总是都很好，所以很喜欢。这次的新人也超令人期待，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，到底是要到什么时候为止，这样一名一名公开预告片呢？神秘感也消失了，期待感也消失了。 对于 Baby Monster 成员 Ahyun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引起韩国网友们热议的一个贴文。女孩子们注意，不要浪费钱了。上传该贴文的网友表示，要注意的就是女性护身术学院最近还可以，但是就在几年前非常盛行了。这些学院利用恐怖营销方式骗女性们要学护身术来保护自己。这位网友之所以使用骗的理由是这样的：四年前在宏大夜店门口，我看到被一位男性客人故意碰到耳奋的女性，使用类似途中的这种方式。 用手打了男生的喉咙，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激动的男生连续殴打了女生的脸，因为周围人的帮助才得以逃脱。幸好是在人多的夜店门口，如果在阴森的地方，对犯罪者使用那些招数的话，会出人命的。一个男生学了柔道之后，要在实战使用的话，也要下巨大的功夫，所以每次看到 YouTube 教导女性护身术的影片，就觉得很恶心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虽然很上火，但是如果是在没有人的地方的话，不反抗才是能生存的方式，不是吗？实际上，根据研究报告。 如果有人要绑架你的话，在到达二次犯罪场所之前，拼死命反抗的话，生存几率会比乖乖的跟着走要来的高很多。看 PG Kerbeck 的话，再怎么健壮的女生也打不过男生。只有在电影电视剧中，女生才会赢。现实生活中，除非女生是职业级选手，男生是没有运动过的小混混，才有可能打得过。PG Kerbeck 的男生都是怪物级的健壮，所以才会打不赢。但现实中90%的男生都是大肚子胖子，或者是鱼竿一样的瘦子。那种没出息的男生们，一般都会在强者面前弱，在弱者面前强，所以强力对抗就会吓跑他们。如果只是顺从的话，就会小看你，结果会遭到更坏的下场。如果是我，会咬他到皮肤撕掉，牙齿断掉，不停的用手插他的眼睛，让他失明。 其实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只要男生不对女生做那些事情就没事了，不是吗？总之还是要问一下华语圈的大家，认为女生学护身术有用吗？再来就是，如果一个女生遇到那种情况的话，是要拼命反抗呢，还是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